人形机器人的话，是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基础上，结合现在服务业这种场景，包括工业批量化场景的这个应用，所开发的一个新的一个专业。那么目前的话，就是在2024年呢，也被称作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井喷之年，也就是说这个行业是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是充满朝气的。主要的方向主要分为几种，第一类的话就是相关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生产检测，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就是人形机器人在生活生产场景中的这种应用，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种维保，啊，主要是三个方向。